一号 Prenda 王奕飞，今年24岁，身高5尺4寸，出生地点是中国南京。他喜爱透过网络上写作，分享生活点滴和心得，散发正能量。Irene 郑秀文今年24岁，身高5尺5寸，在温哥华出生。最满意的是自己的面容，因为有可爱的雀斑，希望透过参加华姐将运动的好处宣扬出去。3号 Cecilia 潘美琪，今年23岁，身高5尺6寸半，佢嚟自中国沈阳。除了爱跳舞之外，另一个嗜好是美甲设计，梦想是开属于自己的美甲专门店。号 Maria 王思思，今年22岁，身高5尺7寸，哥伦比亚出生，会讲流利西班牙语，有能歌善舞，梦想成为节目主持人，了解不同文化，环游世界。Maggie 余子卿，今年24岁，身高5尺7寸，佢喺中国西安度出生，最满意系自己一双嘅长腿，希望完成妈妈嘅愿望，参选华姐嚟锻炼自己。6号 Vanessa 李云山，今年19岁，身高5尺8寸，在中国北京出生，擅长民族舞蹈、钢琴、大提琴，梦想是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受到教育。Sherry 薛如心，今年25岁，身高5尺7寸，佢嚟自中国青岛，喺学校主修声乐演唱，希望鼓励有梦想嘅人永不言弃，而最满意系自己面上嘅一对酒窝。8号 Katrina 石云芝，今年25岁，身高5尺6寸，中国汕尾出生。最欣赏的华姐大师姐是钟嘉欣，欣赏她对家人孝顺，做事认真又谦虚对人。9号 Phoebe 吉津津，今年22岁，身高5尺5寸，佢系温哥华出生。9岁嘅时候，曾经主演过加拿大电影，获选最佳女主角，可以话融合中西文化。佢希望以热诚、友善以及才艺打动我哋嘅评判。10号 Lily 黄丽丽，今年24岁，身高5尺3寸，最满意自己一双大眼睛，通过养狗领略到为别人带来快乐的重要，希望透过比赛将爱宣扬出去。掌声给台上今年10位温哥华华裔小姐。